我们希望以后的创新更多来源自于科技，源自于技术的创新。回归本质，首先要回归于科技援引的，尤其是自主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的推动力。因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？因为最早看我们最早投资的这些公司，不管是百度、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美团这些公司，大多数最早都是源自于商业模式的创新。Oh.